这儿有个袋子，我看。这个是四天的晚上回家吃去啊，今天拿回去吧。我面上干完了，我以为。奶不倒。我靠，漂亮啊，胡先生啊，哈。胡须的吧？不是。那个扁扁的方方的面是吧？嗯。其实这个是最好的颜色，你要是有了加上添加剂的颜色亮，是吧？但是本色，本色，后边我觉得甜。这就是啥？我觉得小孩不喜欢吃蔬菜啥，你这么这样，嗯，对的，很好。他不喜欢吃蔬菜，他因为那个扁样子的脸上，他都吃够了。哎，对。我那妞都不喜欢吃蔬菜，我有点羡慕。就是这样，这样能和人家一样的话。对，贫血了，你那吃菠菜面更好。电话是吧？